的想法，吼、哦，啊，过来咧，你阁一直想讲这个创业想法，要安那个扩大对不 ？Project proposal system， 就是讲你甲写一个报告书，啊，到这报告书要安那写，就是讲你要有一条一条根据吼，你讲你对人，哦，对这个财务方面，吼、哦，对你的迄个技术方面，啊，你要提供什么迄、那个？资料吼，也是讲你有啥物较好的想法，提供予大家做即个政策，啊来不断因为你提出来，啊过来简报嘛，简报讲予大家听，大家听感觉讲，你即款的哦都爱改善，啊你又等于个改了后，咱这政策要实施啊，实施了后咱过来检讨，这一连串的吼，拢当咧进行当中吼，毋是讲你想着啊就过去啊。啊！你何苏南向安尼过去，安尼敢搁创业输控？唔是哦，吼！啊！我今仔日要讲大上大的三个迄个重点吼，就是要让大家知影，啥物叫分辨是非，吼！啥物叫做我会使启发恁的无限的潜能，吼！啊！过来讲，你要接一个迄、个工课，要去。这个流氓的体制里面，流氓政府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你要做一个官员，要做一个领导者，你要爱安那做？这一连串，大家有当去有想过无？捌想过无？唔是讲我要来民政府，还是要讲我要一个头路鸟？你头然后爱搁正在进行，你要做啥物？吼、哦，你这拢爱去研究哦。啊，无迄个体制，甲一个大恐龙的体制。啊！你变安那去甲因请病，咱爱一步一步来吼。啊，这我拢想过，啊，我嘛惊呀嘛，啊，惊呀，我就是我甲整理出来，啊，变成是讲我的心得，啊，甲大家分享。啊，你我今仔日讲的课内面去思考，思考就会使互你进步，啊，唔是讲乱思考，啊，有一个迄个结构，吼，啊，有一个步骤，啊，一项一项，咱要安来学习。我心即马先来讲。那嘛，你大家吼在法律当中已经读遮多啊，啊，我今仔日吼主要是希望我过来甲大家复习一下，吼，复习是对你的法律搁较加强。外口的人，要弯曲的人，要打击咱的人，也是讲咱同心内面可能有一个大人物嘞，大人物你知无？要来讲迫害的人，你要安那将你的法律发挥甲上高层的。就是这个坚定，啊，人也要甲你，要甲你堵一下，吐一下，吼，也是讲要甲用这种，讲要安讲，空水波子，无根据的代志，啊，甲你乌白讲一大摊，啊，你敢会跟伊走？你敢会跟伊走？你还想一下哦，啊，所以你法律这物件，你爱这坚定的，爱这坚信的，吼，啊，要安那坚定甲坚信？你唔是讲哦，我咧看看就好哦，你还佫去思考？迄、那个新台湾论，加迄个台湾战争史吼，我拜托大家，好好甲研究融会贯通。啊，咩啊那融会贯通，我教大家一个方法。我咧讲的时阵，啊，大家要斟酌听。啊，那正经吼，在场的有人加迄种较忝啊，我建议小拍一下，啊，起来了后较清楚。卖讲拢迷迷糊糊的，啊，拢无听就即可惜的吼。我即摆是要先，让大家知影讲。到底日本天皇统治的方式，甲中国历代1912年迄个中华民国成立叫做中国嘛？啊，因较早过去之前拢讲伊的朝代，吼，以因的思想来看待因的朝代啦。我个人的想法是讲，即个朝代吼，拢叫做一个国啦。甲拄仔咱的讲师有讲，大明帝国、大蒙古帝国，那还是独立的。啊！在中华民国的思考里面，就是还是因的朝代，就是伊的啦。但是我要跳破因的想法，有一些真的不是事实的真相。吼、哦，为即这口号，大家知影。什么叫做希腊字？什么叫做五十哈古？大家先来看这个图。那我也无讲，你讲这个图，这是在看啥？你来看嘛，这拢是一个国家。即卖现在是这种国家嘛，成立的目前，吼、哦，2015年哦。啊！但是近前，因这个国家、这个区域对不？地区吼，其实冇遮侪国家成立的，拢叫什么某某帝国啦，
大家知影拢讲罗马帝国，大家总知对不？大蒙古帝国大家总知对不？还有大英、大不列颠嘛，迄嘛是一个帝国。吼，这大帝国大家拢知影。啊，问题为什么？因那讲没有存留下来，为什么现在罗马帝国跑到哪边去了？大英帝国那个存了几个迄个英国较细细的都所在。啊，到底这帝国为什么因的没落灭亡？敢有人会使甲我讲原因是啥？原因就是我即卖要讲的。你看哦，都被前一个政权吼，前一个政权被后来变落倒。啊，我成为某种政权以后，我阁去用拍倒。为什么？你有思考这点无？为什么？这就是我要讲的。大家过来看下骹这个日本，英港叫拍败过。为什么？我即卖就是要讲这吼。那我那个小明目善行吼，去年有来咱国际班教册，啊，我伊的迄、那个我无当场，但是我伫网络一直反复一直看，我看三四届。讲伊的重点，讲了大家，我才恍然大悟。你看，你以前在读书的时阵，拢读迄中国历史对无？啊，你会感觉讲，哦，这运气，为啥一个？你看一个朝代，搁一个朝代，到底什么原因，让因中国伫咧迄阵，咱讲迄个李楚世代大战，还是讲清朝末年？因呐，因讲清朝末年，那一败涂地，这个国家到底生了什么病？其实在因的历代都这种病啊。是讲咱这个现代看过这个病，讲咱刚才变瘟疫，比瘟疫更加严重。到底什么原因？我从他的演讲里面找到答案了。你看我们被蒙蔽了多久？一啦，天造大神，天造大神哦，就是讲在因的日本的迄个神话当中吼，伊是一个有一个天神，天神有三个贵族啦，其中一个叫做天造大神，天造大神。就是因的迄个就日本天皇的祖先嘛，啊，他统治日本的某个区域，啊，这边是一个大国主神，一起建设之神、建国之神，也把他们日本某个地方建设的不错，可他很虚心，他去请教天照大神，我要安那砥砺我的国家较好，伊就甲讲即句话，即、這个吼，力吼，努都是力啦吼，即个字句大家爱去读吼。我翻译嘛，你就是那个五是哈古啊，我呢，我砥砺外国家是希腊字，这是外来语嘛？咱来讲，那个片假名外来语，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讲哦，日本天皇用希腊字，就是天照大神，伊甲这个大国主公吼，你是五是哈古啊？那希腊字跟五是哈古到底什么无共？伊这希腊字，天照大神讲，我是用希腊字，就是我好人民。好，解晓那事情的道理，明白是非善恶，好，因有知识的权利，吼，做建设学校，还有嘛，赶快好因读册，了解事理，好因创业物件，新的物件，好国家进步，好人民进步，进步都有幸福，对不？幸福进步，这个国家才强大，对不？是不是安尼？啊，伊讲啊，到底是？这个五十哈古是虾米？伊讲伊甲讲大国主，伊甲讲，讲你拢用五十哈古，就是讲你甲人民当作是你的附属物，你的财产。啊，那我问你啦，你桌顶脑就你眼皮，还是讲你目镜，还是讲你的地杯啊？你可以操作它吧？你讲那是你的财产，你也无小心甲弄破，还是讲你故意甲弄破？我会啊，我要安尼甲补，我欢喜对不？因为你感觉讲伊你的财产吗？我唔是你的，我不去弄破你的，我弄破我的啊！我要甲弄破蛋掉，要甲毁灭，我欢喜啊！啊，你中国社会你历代的这个历史，拢甲人民当作红阿咪，我附属物，我财产，我欢喜要甲你抬，要甲你挂，我欢喜啊！啊，你欢喜人下骹人民不欢喜啊？佮甲你推翻嘛？啊，你推翻你没有汲取前朝嘛？前一个君王他做的暴行，你都不去想，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不？但是你不把这镜子当作镜子，因为你做滚龙了，你说哦，我的权力好大哦，这国家都是我的，哇，钱好多哦，我还可以养后宫，你说三千个不止，我还可以养
人讲是即马叫做小三，因小三一寡堆啦。啊，因的体制就是讲一个军农，一个哦够钱的员外啦，哦，啊，拢会使三妻四妾，这是接不好的文化。啊，伊干嘛讲我做国王了，我做皇帝了，啊，我够遐侪钱，这拢我的呢。我老可能要别人抢去，你的物件你会叫别人抢去无？你会维护伊呗？哎呀，这就是私心嘛！你就惊讲你甲因老多，搞我子孙因老多对不？我不要你甲因老多，我就甲你嫁公公。你看你因安那甲因嫁的，无让因知影私心的私利对不？啊，你看嘛，啊，无你就成为我的一部分，就是讲你是我的臣民嘛，你就听我的，吼、哦、啊受我管辖，乖乖的好。啊！那我等一个迄个鸡腿啦，骨头你蹭，啊！你乖乖啊就好啦，吼！伊毋是用这种方法，就是起庙。你看哦，国民党拢起这侪庙的哦。啊，甲你讲啊，这个神什么神啊？啊，你都爱拜神呐、啊，啊，无就违背伦常啦，啊，就天公伯啊，甲你卡死啦。啊，就用迄个，互你甲你吓惊。啊，你有去用吓惊无？有无？啊，佮用迄个教育，甲你教空空。啊，历史甲你黑白编。啊，讲你安尼就是对。吼、哦，安尼外口的些，迄个欧美历史，啊是大日本的历史，伊拢甲你扭曲嘛，所以你要跳出这个框框内边去看外口人安怎讲，你才知影讲哦，叫混的，拢欧北教唔对，甲恁洗脑，对不？伊拢用这套方法嘞，所以人对伊不满。你看中华民国，伊嘛胜利甲三十八年，啊唔是落跑，嘛叫人不稀杀对不？啊！人即马来继续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看伊当时叫不理想哦，但拭目以待啊。所以因的中国的体制就是讲吼，你甲伊创立嘛，你甲带政治制裤，唔是咧讲因的文字嘛，文字滴滴卡卡吼，滴滴确确啦，正经的哦，有一点仔缺点，吼啊，这个缺点哦是因的包袱。啊！伊若无去改革吼，这个包袱永远跟着他们，他们要进步很难。吼、哦，你甲看这个民意，民呢，这个像咱目睭，这个结构，伊创立的时阵就是安尼。但是伊这个目睭甲你堵破，这个敢一个基督啊，甲你堵破了，要让你青眉。青眉意思是讲，唔是真甲你堵破，就是让你无了解属性的、属实的。啊，搁唔好你了解事理，啊，搁甲你架空空，啊，你袂使讲对我是迄个天命哦，伊唔是讲天子，伊的名叫做天子呢，皇帝呢，吼，我是天神派下来的，你袂使把我怎么样，也不能把我的子孙怎么样嘛，啊，伊呢用这甲你架，架甲你惊到要死，讲无我就叫天公给他打，所以呢，伊果然你架空空，哦，啊，结果呢，伊是安尼通地理。像你辛苦的财产嘛，你想安尼安那开，安尼个物件要安那个牺牲，要安那个补，我欢喜啊，我会啊，所以人不满的人就给推翻嘛。唔敢因那一个国家前朝又被消灭，然后又来下一个朝代，下一个朝代又被消灭。吼、哦，咱今麦来讲，这个大蒙古帝国跟大清帝国，这是唯一。他们两个就是不是中国人，就是不是中国的汉人建立的，是外族建立的。但是伊要甲讲一些野朝代，伊要甲讲野朝代，表示讲你这个国家，你这个人民嘛，属于我的嘛。甲讲伊是外朝代对不？但是大家知影无？咱先来讲那个大蒙古帝国，大蒙古帝国出了一个成吉思汗，啊，伊拢讲天汉、天汉、天可汗。我问大家，还是上个汉？伊讲天可汗嘛，人家是蒙古的汉呢，敢是恁汉人的汉？你大家知影我意思无？你搁要甲讲人家是你的？你知影人家迄个成吉思汗外高呢？为因的这个国土内边，你啪，甲中国吃了了，甲拍去迄个东欧，这是世界历史有记录的，人家伟大的呢。世界历史有记录，表示讲这个人有气魄、骁勇善战，会使拍到欧洲去。但是最可惜的是讲，这个因这个所谓成吉思汗都过身了后，啊，都两个内边两个继承人都慢慢下来要受
小病嘛，啊，一个蒙古拢没落了。但是我要问大家，这个大蒙古帝国敢是中国的朝代？你若讲对啊，按照历史讲，我是朝代啊，啊，那是唔是朝代？我要讲给大家听，因中国人袂去检讨，因叫灭国了后，敢有去检讨？因来讲，伊是我的，我就变检讨。哎，那是我的朝代，你是属于我的啊！你蒙古族也是我的族啊，是不是？一个国家被消灭，你为什么会被消灭？你只要能够痛听思痛，你也才可以，很沉痛的去检讨你的国家到希望。但是伊拢讲伊是伊的嘛，你也讲好啦，你讲正经讲伊是你的朝代。你看，人打到这个东欧，规个这个西伯利亚，这个迄、那个俄罗斯，吼，拢叫人夹去。啊，伊嘛是咪？大家拢讲，像讲这蒙古大帝国，这嘛是外朝代。啊，唔，大家手要滴，啊，唔是大家，这拢是恁的蒙古帝国嘛，恁的。啊，无我到底蒙古帝国，因即卖变做蒙古共和国嘛，因是安那想的。啊，这都是我的祖先啊！为什么你拢讲要讲伊是朝代？人其他国家人讲伊是朝代？啊，所以我要大家知影，这是世界观，一被灭国了。因汉人都是被灭国了，就是被灭国了，那恭喜朝代。好，咱甲多看这个历史嘛。然后，再闹大清帝国，我甲多讲迄个大蒙古帝国，因都是分裂，变成讲没落嘛，成吉思汗没落了。然后大明帝国，他们就在南部，就是在中国的南方偏安。之后就一个大清帝国，能够来讲。大清帝国，那努尔哈赤又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君主，也是征战，就是把大蒙古帝国应该讲卖光并吞呐、啊，嘛是把他们设一些先他是先把他们女真部，你不是分布很多各个部落嘛，给统一了，噶来噶大，那个蒙古征服，啊嘛噶那个大明消灭，啊所以这两个这个大明帝国噶大蒙古帝国都被大清帝国。算讲伊个国家无法去啊，嘛该当作是因个迄个版图。但是大清帝国伊亡国了后，是毋是即个蒙古甲大明？大明就是代表汉人的帝国嘛，汉人嘛。啊，是毋讲你奈讲一直咧讲中华民国讲这蒙古是伊个？你赶快得迄个时间性胜利，人当迄搭嘛要独立，你奈讲要讲迄是你个？所以呢，拄啊开始拢讲哎，蒙古是伊个。因为一直概念讲，即个伊个是伊个朝代，即个土地是伊个，所以大家要很清楚，大清帝国是这两个之前被他灭的国家的宗主国，宗主国灭国了，当然你就要让他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嘛，对不？两个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建立的嘛，啊，你一直在讲伊是你的朝代，你没有真心来忏悔，啊，大清帝国很可惜啦，伊都。那时候日本哦，有成立一个满洲国嘛，哦，那希望说溥仪能够拥有这个，那时候叫东，他们中国叫东三省，也保留他们大清帝国一个命脉。结果后来嘛，欧又起啊，不然我觉得这国家就是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历史东西，叫这个中国文化拢夹夹起啊。啊，但是大家另外来思考，哎，那唔过这个汉人叫迄个满人满化了。你看看电视嘛，你看最近的电视，是不是拢咧演迄个清大清帝国，因讲清朝的历史，怎么这么去怀念他们？一直在拍那种后宫这种争宠的斗争的戏，他就把你明显的看在内了。因大清帝国真的就受到彼此受影响啦，因为中国历代的朝代那个勾心斗角斗争那个一样，后一波欧掉，弄转欧败。哎喏，好兄弟融合在一起嘛！哎，你这么一直缅怀你的大清帝国，哇，统治他们中国，连电视、连历史都在歌颂他们，你不觉得很？伊啊，讲因是汉人来讲，你感觉会见笑未？你家己的文化叫满化，你唔知过来歌颂他，啊，你讲迄是伊的，所以他们有没有彻彻底底从历史当中应该有一种悔悟、检讨？你看，那个中华民国存在，你看那些政府官员贪污的贪污，蹂躏百姓，到共产党有机会对不？啊，那共产党起来，你看，嘛是同款啊。
还是最近邓小平有改革开放，但是因政治哈没有进步，这国家不会有进步。那个金钱只是昙花一现，金钱这个经济的东西没有跟着法治来进步的话，这个经济被某人操作，被集权操作，它还是终有一天它会分崩瓦解，这是一个道理。我你看，政经、政商跟经济，其实他们是统合的。以一个良好的政治，一个良好的制度，就要有一个开明的政治，就是要有法治的这个政府，重视法治的政府存在。不是说我用极经济改革，我的政治就改革了，没这回事。好，咱来了解一下，伊这网络有咧讲一个即、這个比较啦，讲啊，咱来做参考一下。中国敢有智慧？啊，西方的逻辑伊的想法呢？伊这是咧讲啦，因中国吼媒体吼在网络弄一种监督政府的嘛。哎，讲啊有啊，因的官员就讲啊，就监督就好啊，就靠大家的力量啊，网络的力量啊，投诉啊，干嘛？啊，你觉得这样够吗？因咧西洋讲那有可能，你来设政府部门，真的去认真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在工作，有没有贪赃枉法？那我讲哦，我网络安尼多好啊，安尼国家叫做进步吗？哎，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啊，过来，因这地吼，东印度公司因有咧卖因的英国茶，啊嘛，过去荷兰茶，两个咧竞争。啊，因吼卖有迄个美国，吼啊，但是吼，因为美国甲英国迄阵是嘛挤的对不？因为是算讲两个国家是共一个靠地靠亲起来嘛，所以他们是血浓于水的，水浓于血。我紧，我是要讲的，一个是要甲大家讲。因两个人同要甲做伙，因要买英国地，英国地内面有税，间接的帮大英帝国强壮起来，对不？啊，因中国人讲很好啊，迄个英国茶它比荷兰茶还便宜啊，哎，不错啊，若是卖给我们中国也很好啊，我不用去买荷兰茶那么贵啊，对不对？啊，你觉得对不对？你知道吗？他这个缴税，这个茶税是缴给东印度公司的，是英国茶。啊，那您中国人跟英国是什么关系？啊，你就把税缴给他们，啊，你让英国强大，啊，来跟您中国吃饼。这好比讲咱台商啦，你明明就是咧咱台湾，跟你扶持，跟你爱护，好，让你进步，变成你好的企业，让你变有钱啊！啊，你走去规个资金派去中国。排在中国，啊，中国强壮了，啊，你来对台湾不利，啊，你不是同款，你这想法不是同款，你为了要赚钱，为了便宜行事，为了廉价的劳工，结果你害了你，帮你，给你捧，给你爱护，给你生团的阿母就是咱台湾。我请问你，你有念到中国人去读无？有无？你敢爱钱呀？你有迄个爱护你生团你的阿母阿爸，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无？你要去投资好，但是你的资金，你有对回流台湾，和台湾进步无？你家己去检讨嘛。我今嘛来要讲这个阿 Q 正传，这不是我写的哦。这因这个作家吼，大家拢知影，伊叫做鲁迅，伊是。那个时候，民国初年哦，算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很伟大的文学家啦。啊，但是哦，他也立政乏力啦，他没办法能够改变什么，因为他们这种人太多了。这种人叫什么？典型的中国人，他那种个性格。因这个就是讲，当然迄个新兴的资本主义，跟因本来因历代因的中国。沉积下来的包袱，造成他们这样的人格。我是伊啊，譬如讲老板呐，老板吼对员工真恶极嘞，但是对伊的上司吼，哇，毕恭毕敬，阿谀奉承，为了看他是能不能就高官厚禄对不？变成两种人，人格不一致。伊的员工我要现成要好的东西嘛，吼，阿丽啦，对该给的物件，你讲哦。这社会拢遮乱的，伊要爱改革，但正经要让你去参加一个
改革的团体，还是讲有什么方法要提出来，你惊到要死。你就是很奇怪的人格，就是双重人格。有啊，在我服务的单位嘛，有这种人，一个实习生，我们一个那个药剂科的主任，他说，欸，这个实习生，这厉害哦，都跟我说，这爱改善，这爱进步，啊，这要有什么政策出来，啊，这个药剂科才会进步。结果哦，他毕业了后哦，又叫请来这个病院来做药师哦，他就被赋予，这个主任跟他，欸，又好像是英雄惜好，英雄嘛，又当到，就说，当初你在做实习生的时候，你说要爱这进步，爱这进步，请问你可以提供你的想法吗？你可以做这项任务吗？可以配合吗？我不会。我就觉得你不觉得这么奇怪，譬如说你现在来台湾民政府，你要有一个位置，就是你要做一个主管，啊，你工作这个主管，啊，人说民政府叫你要做这个做这个，你说我不会，啊，不然你用坐这个课要做什么？你要想说你有能力吗？如果你有能力，你要服从民政府，你也服从民政府上头的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你要人怎么做一步一步来，对吗？你不可以变两面人啊，你要变成跟中国人一样阿 Q 哦，对吗？你要把那种不好的那种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民族性，你去给他勾到，去勾到他们的，说得难听，勾到他们的屎了，要紧背背，清苦洗好清洁，吼，你来反省，咱讲继续来检讨，这个嘛不是我写的哦，伊这是伯阳写的哦，伯阳讲因刚刚丢了，因就是包袱嘛，历代，刚刚一个是西追高港换的，就是中共的酱缸文化嘛，过滤性病毒，我感觉不计过滤性病毒哦，因若搁歹改吼，歹搁进步吼，我感觉癌细胞哦，比细菌搁较恐怖。迄癌细胞的意思是讲吼，我你可能要震，可能你也无够拍拼咯，你就后来就是惊恐死亡对无？来，啊，搁一个，因个黄硕讲啊，啊，恁即个写历史的、写迄个小说的，拢，敢那看起来道貌岸然，那敢那一口敢那，好像是救世主，好像很道德，好像素养很高的。但是私底下你家看嘛，迄嘛是一种名义俩。你到正经实实在在，你去做这件代志，就甲你讲，因小说嘛，因历史嘛是算小说嘛。啊，小说的意思是讲要教别人听，伊家己做袂到嘛。你家看嘛，因这个家嘛，家嘛，下骹是毋是一个主嘛？我们搞到咱江苏有讲，为啥那安尼？中国人来是滴，我唔是我讲的哦，是因讲的哦。是伊讲的哦，唔是我讲的哦。啊，人讲这个名吼，咱心内干嘛就好啊，莫骂莫骂出来哦吼。咱是叫有修养的台湾人，咱是要检讨家己。伊讲啦，一干干嘛，干要趁钱啦。啊，若有损害你的利益哦，你干要跟人请病？啊，请病结果咧，等一个，迄骨头，还是讲骨刺哦，你肉好你吃，你家己哦，甲一只狗就走出去啊。讲你就是要爱食这个甜嘛，你无要改变嘛，你。看你敢要好家己好嘛？别人死活你无要惨嘛？影响家己，你敢怎么哀哀叫嘛？你敢是这种人？检讨一下，我若是要大家检讨去，拄好外口一只狗咧哀哀叫。来，咱过来看一下。哎，这是毋是较早细汉时阵弄咧台地讲有无？咱来讲这只猪啦，因做猪才可怜的啦，然后伊要神猪冠军嘛，啊，拢一直。用个机器啊，硬甲毒迄个、迄个猪饲料，吼，一直食，伊食一个毒，毒怪伊都，卖讲无时间要消化，但是嘛爱消化对无？啊，你看迄种肉敢唔当食？迄毋是伊主人要食的呢？一直硬吼，甲饲肥硬吼，伊长较大呢？啊，你用硬出来这种肉，弄毒素呢？啊，你讲神猪第一名，啊你？肉饭大家吃，啊，不是，也是有看卖啦。啊，你种肉你敢敢吃？我是要比喻啦，这个文化，再来这个文化，台湾人一种大中国主义呢，伊敢有跳脱出来？我自诩自己是中国人，我来讲大中国假汉人杀猪文化嘛，这种文化，
大家来看，较早细人老人讲嘎嘎嘛，我正经唔知嘎嘎嘛是啥，啊，甲连出来哦，我大概知影，伊咧形容中国人伊个形啦，吼、哦，敢要互人饲，互人食个互伊肥滋滋，啊，伊无去思考，啊，等人家当做菜点剁肉。啊，请问你有这种歹模样无？有无？有无？咱来讲这个商人无祖国啊！我刚才讲迄个台商嘛，走去中国，啊嘛在台湾咧投资，台湾投资做一个巨蛋，有良心，甲你这个巨蛋做好无？伊掠到台湾人的心，台湾没有大巨蛋，掠到你的心，但是伊无凭伊的良心，甲这个巨蛋做好。这个大巨蛋的案，周边的案，内面你看吃偌多？分无够，才会爆发出来。啊，那食到咱迄个捷运站，做到迄个工程做到过头，拢一挂堆捷运站一挂落口收购的危险的，拢暴露出来。啊，那即马有一工在等咧行，都放落来咧。啊，是正经爱第四人甲甘愿吗？啊，迄、那个帮研究也是讲，因一箍迄个团队走到半路无去啊咧，是变那球场。所以柯文哲是在做什么良心的事？都是要我们台湾人去善后，你没有换一个人来做，凭着你良心道德去做这个官，你都不知道里面多少垃圾东西，都是中国文化在淡在蹭。所以呢，我们台湾民众每一个人都要决心为了台湾来好好来建设，我们自己建设自己，不用中国人把我们当作台湾人，讲中国台湾人不是人嘛，不是迄个尊重哦。现在甲你加布解布解，伊有咧做，甲讲这是伊的政绩，结果无几工放落来，笑死人。咱过来看，你有反省你家己无？过来看，你家你有这菜，你有这乱的无？公共场所啦，啊，你感觉你是这款的人，你少检讨一下，有无？啊！你讲自诩达人，但是你内面拢创一个面包用无好的，药啊内面用什么黑原料药，唔真叫药用的药。啊，迄、那个油甲从什么地沟油、什么喷油，你有良心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我爱钱嘛，就中国文化，国民党已经乌金啊，甲即个以钱，吼、哦，给人的心，给人的这个良心。良心，拢用钱来做，咩人讲收买去啊？你有检讨无？这个画图吼，你咧画别人，当咧画你自己。你当要骂别人的时阵，其实你骂别人，迄支镜头啊装别人，但四支砖头啊指你自己啊。就是你骂别人，你顶得讲你自己教养无好啦。之前马克吐温有讲一句话啦，伊讲啊，你这个人的教养反映得多，你上好的物件拢反映给家己嘛，我上好，我上赞，但是你上歹的物件都反映在别人的身上，别人看会到啊。正经教养好的人是别人去欧罗看你，还是批评你这个人到底有好无？因为你做出来，让人看会到嘛。马英九为什么这边叫我们批评干呢？大家对菜个错干呢？个咩啦讲埋怨伊，该骂干呢？伊该家己讲脸皮厚，伊干嘛伊家己丢？但是你的教养是别个来，大家普世价值认定，唔是你家己讲好就好，对不？所以你要检讨你家己，该进步力量。这啊，中国拢起码改革开放了，钱才好赚呢，拢去用诈术诈骗啊，对不？哦，要来招别人，要继续骗。这骰子下面弄弯曲的东西作弊，为了要赚钱，你有反省无？人咱过来看一个影片，看你有反省无？等等，我啷个切落去？咱过来看一个吼，伊啦，这是某某大报伊讲的啦。伫咧司法界，即台湾哦，这是全世界，啊个警察，这个代表维持台湾秩序的两大这个公务系统。司法系统加警察系统，你甲强起来，35%，搁甲16%强起来，要一半呢。咱来大家拢在贪污，
到底是安那如何是好呢？恁每一个人来台湾民政府要做一个迄个政务官，还是要做一个公务人员，我们是绝对肃贪的。你若贪污，就是判死刑。啊，你贪污就甲中国人共款啦。啊，那讲有人讲玩弄我，就无贪污，啊，就是体制安尼安尼咧。迄表示啥？你没有政治的敏锐度，你毋知影前朝因中国人的性。你讲，你说当然讲，伊迄是因制度，你著讲安尼是对的。咱著甲你印章，甲你啥物头摕去当，人甲你安那从，你讲好好，安尼你著用陷害。我即摆咱来看一下即个影片，我从头到尾，互大家知影，重点互知影，你的贪婪有叫用吐出来无？有叫用买收无？咱来看即个影片好不好？来，即个起一个，啊，放一个影片有当。这集的一个英国的哈，非常伟大的那个动画家，伊吼主要是要用这个动画里面吼有两种意义，一个讲要让囡仔吼那个小朋友学习单字，英文单字，也是从学习英文单字影片当中有一种道德教育。大家来想看麦，你麦把这个动作是卡通片看看笑笑就算了哦。你要为伊内面所发生的物件，有可能你因为安尼，甲你欣赏你他们这个物件，吼啊，慢慢，给你尿出来，尿出来是最恐怖的呢。啊，这个土啊，让你想到啥物件？这个早起来想讲啊，我会使做一个迄个什么皮衣对无吼？兔毛的皮衣嘛吼。有的要达成家己的这种贪婪，啊，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哎，你想看卖哦，你安尼袂？你要报警吓到啦！啊，你有这责任了无？无。啊，内面那在唱一个妖魔鬼怪。真巧哦，因在观察这个魔鬼哦。哦。啥物在飞？火神在飞了哦。啊，这个魔神啊是安怎？会在变什么？跟变造变啥？但是物件对不？啊，你想到啥？你还没想到啥？哎，你这巧的哦，这个模型啊爱啥？爱食这丁对不？果酱啦。哎，笨姐呆萌出来嘞，转蕉呢？哎。我在做国王呢，封侯了。我要爱伊，我变我的，伊会贪得出来吗？贪心得出来了。你看看我得袂着啊！叫这猫咪食去啊，这愤怒的，我要杀人啊，我要杀物件。哎，你看哦，我不要，我得袂着的物件，你会想要甲对方讲我得袂着，我要对方安怎？结果啦，唱歌假这吼，唱歌多在嘛，你别给牙签。哦，来知伊爱假这嘛吼，啊，我给因当物件拢，迄个果酱拢结合起来好食，食一个有够饱的安尼啦。啊，伊目的咯，是啥？你唔是讲要讲讲，我互你食物件了，伊有目的哦。去外口，搁摕一个这个干啦，我不是西瓜刀，搁只嘛不是斧头哦，大支的，要创啥？要抬物件。你看因干巧的心理哦，咧咧用脑筋啊，自从伊把迄个什么蟒虫，把迄个弧形变作迄个转角哦，因就知影讲哦。
啊，有人去甲迄个刁钻吼，伊就变价值物件出来。怎么讲啊？哇，伊这个影片就出名了。这个挤出来呢，啊，所以感觉哇，跟聚宝盆呢，我只要讲吼，那火星蚊啊，应该追出来吼，变都追出来了。哇，一煮哇，这门呢，排出啊，出奖品哦，蹭蹭蹭的去啊，哇，我看见追呢。那个时代哦，那个羽毛哦，而且现在更别啵，还值得钱哦。啊，搁遐墨水。哦，今嘛无人甲我擦，我要好好食。这刚国民党的东山哦，为咱台湾家吞打得着的哦。哦，啊，因的东山高枕无忧吗？别甲叫我醒啦，我搁要爱啦，惨嘛，拢无安尼食了了呢。好，今仔这几袋物件，好，摕去变现。我咧想讲，啊，为啥物甲迄个呆门哦，摕去当店去当店有钱赚，啊，无就去买吼。你若知影讲，哎，迄个 diamond 对无？迄个钻石也是个值钱，先甲即个迄个羽毛甲迄个墨水摕去卖。你今日还是甲我关下来？你知影一个土啊吗？他是一个贪心的一个店，给你看过，里面就藏一个，那个像模型啊，那个贪婪的模型啊，给你慢慢的给你搞出来，那个贪婪的心给你安尼，那钓鱼啊，给你钓。哟，用拖啊呢？你这是？迄个魔鬼个会使讲啊，我就是为拖下来拖下爱食迄个年龄嘛，啊个声音伊就使解脱伊囝哦，迄个关咧房间内面嘛。好啊，伊讲正经讲安尼对待我。变一好一个讲哇，比好个厉害，你刚对我呢，我搁变一只好出来。后来呢？你看，伊贪婪的物件，嘛是变乌有去。我问讲，你到底得到啥？你阁会使对人安怎？你魔鬼假性的一个，互你可能随时有可能有贪的魔神啊来临。好，咱把这个影片切到等。好。这个土啊，继续来骗一个人哦。啊，大家坦白讲，敢有人教会使讲你的心得？你看了后，你的感觉咧？这个贪婪拢是无形当中在跟你打招呼咧。来，你有想过，你有一笔钱，啊，你要按哪这个钱好好运用？你知道我意思无？还是讲这个工程附带遐多哇？这工程这个利润的啊，内面安怎？哎，会不会把你贪婪的心你咬出来？你想也好哦。这是你思考一点哦，我唔是让你看卡通片了哦。吼，家己想一种体制，一种体制之内，迄个金钟罩，你也甲掰开，
无你赶快去搞翕掉，翕掉你就完蛋了，你就变贪心的贪。伊个人讲贪污哦，是唯一死刑哦。我真个已经大家互大家了解这个严重性哦。吼，咱讲啊，真差不多要讲到要一半，但是我重点这个法律嘛，爱甲大家讲吼。这个共产党其实在国民党拢同款，你嘛中国社会就是安尼对待伊个异议分子，就是台嘛。我甲多讲嘛，啊不如讲起标嘛，讲你无安怎，我都天公伯来甲你卡嘛，啊不如讲用钱甲你买箱嘛，好、啊、不如甲你干空空嘛。哎、啊，你看因中国国共内战当中死偌济人，你讲伊这6879，我都无相信你官方的资料，不止安尼哦。我讲嘛，应该阁有一亿至少。你看伫中国，因的体制内面，咧中国人是极可怜的哦。啊，我甲法轮功在练功尔，你也要甲我掠掠去，还阁甲我的内脏，甲我送去这个农场，啊，无甲你注射嘛，无甲你麻醉，直接甲你饿。你安尼在哀哀叫当中死去，迄个血拢喷出来呢，喷啊！迄个人甲你开刀，迄个说，迄个人的目睭呢，从啊规身躯拢全血。讲这种人，这种政府，竟然有做这种代志，啊！要伊遮一挂人啊，咧北京前门集体自杀，因的物件土地叫用占去，伊要甲吐断啊，吐袂断啊。气到要死，无集体自杀，集体自杀嘛无效啊！你国家都无咧，不管你人权嘛，你死偌济人，甲你暗砍起来，你倘好像台湾安尼哦，你重视你的人命哦、喔，安尼杀人犯哦、喔，台死啊济人，还阁会当活，所以这很扭曲嘛，你不觉得很极端吗？啊，所以但是我嘛希望因中国人正经像鲁迅、柏杨，也是讲甲拄仔讲王朔，即寡吼，有那个，他们对他们国家有寄望，吼、哦，有形成一个力量。啊，胡适也是一个力量，可是他们力量很薄弱。但是我还是祝福他们，中国人能够改革。改革不是说我有钱就好，说成改革哦。你改革，你有钱变这贪婪啊，人性更往下面沉沦嘛。你政治、文化、教育、人权、法治、伦理。这个都要顾到啊，你们中国才有希望啊。我们在看中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那今麦来讲天皇统治的方式，天皇统治的方式就讲希腊子，我和你，我搞都要讲过嘛，就是让恁知影实力，让恁进步，吼、哦，让恁幸福，让恁这个制度更加好，恁去创造家己好的未来，这国家都希望嘛，对不？所以天皇，因的历代天皇，你看。因两三千历史来讲，天皇的制度无人去甲挑战过，无消灭过，啊，到介只危险的啦，就是迄、那个李厝世代大战，等下个讲啊，我讲讲讲故事，讲讲的说讲未完，吼、哦，我都等下会当着我讲，为什么这个迄、那个到底日本甲台湾什么关系？大家有想到无？还是为朝鲜而来？迄大清帝国甲大日本帝国在争迄、那个？朝鲜嘛，朝鲜就是韩大韩那个地方嘛，东北，现在变北韩跟南韩嘛，伊连要争这个所在啦，争这哦，啊无安尼好啦，订一个条约叫《天津条约》啦，然后因战乱啦，因为韩国弄咧战乱啦，因朝鲜弄咧战乱嘛，有战乱，我来弥平，啊你我通知你，咱共同来迄、那个解，就是解决因的问题对不？啊！但是呢，因的埋怨讲，啊，恁奈无通知我，啊，伊奈无通知，啊，变成讲大清帝国咧埋怨迄个大日本帝国讲，啊，你为虾米安尼？咱毋是讲写好好啊，你为虾米两个人扣角啊？就伫迄个东北那个外海、黄海那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啊，就变成迄个甲午战争开打，大家讲吼，即九四嘛吼，1894甲1895，你甲看嘛。敢若阿未八个月，就拍输啊！我今要甲大家讲吼，你若要读迄个新台湾论，你先甲迄个历史啊，甲伊个年代吼，甲迄个咱个法理甲融入进去，你可能就较了解较好读。吼，免讲啊一条一条安尼背，你甲迄个融，你会甲个地图甲显出来。啊，即个时代发生什么代志？即个所在发生什么代志？
你有较好奇吼？那也是讲，那到底下关条约里面讲什么？哦，你看嘛，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这就是迄个天皇，英文叫做 Emperor of Japan， 这就是跟你讲，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被抓写好哩，这是证明，吼、哦。过来，证明啥？第二款二三条，台湾全岛以及所有附属的岛属加澎湖列岛，伊只有一个经纬度，拢写好好。这是日本天皇的土地，主权也是我的，吼、哦，是日本天皇的，吼、哦。啊！你给日本天皇，伊交予迄个日本政府总督吼，因来建设台湾，一项一项写遮清楚的。吼、哦，即摆已经十一点啊！我讲收完啦吼，但是嘛爱甲大家讲，大清帝国伫统治台湾212年，拢无咧甲你管恁恁即个台湾人死外死去外口外口白骨，我嘛毋知杀人，但是人。日本，你还有台湾了？第一件代志就做户口呢。我叫什么名？都在内面。你叫什么名？在内面。你有叫人尊重无？有无？哎、欸，这是大功德呢。啊，你要认认啥人做老爸老母？那我要认你啊！伊甲至少甲尊重嘛。啊，你讲是中华民国甲你做的。拜托的，你写好清楚，看好清楚，时间创好清楚。啊，纵贯铁路上走的，因大清帝国九年，因讲咧1894年吼，1894年就迄个发生战争嘛。因在1894年进前十年，因讲阿伯十年九年，因讲建省呐，建什么省？啊，你九年在做啥？啊，建省立马是因咧西部那个地方，东部迄个花莲、宜兰、花东那个地方，那时候还是高沙族。啊，你是要建设啥？你变哪建省？建省变你内哦，你根本没有建构台湾完全的主权嘛。迄、那个地图大家都让我大家看一下，其实纵贯线那是日本做诶，因咧中共吼，九年在种啥？做甲迄、那个。迄、那个新地那边，爱铁机，迄拢无合格。啊，人个日本拆拆开，定做。啊，因这即个地图你看嘛，因要迄个，因嘛是爱有旅游嘛，因嘛要有旅游，哪个点哪个点啊？铁路到哪边有什么点？纵贯线，因为要发展旅游业，以及个图片。哦，我这拢是哦。这嘛是你看平溪线，迄嘛是日本人做的呢。平溪在放电灯，迄个铁平溪线，迄嘛是日本人做的。啊，这上伟大嘛！我感觉第二伟大的就是这种八田雨衣。那个那时候嘉南那一块土地，搁草搁烂，啊搁顶酷酷，搁瘟疫，啊搁太阳那么大，你是要种什么田？你知影开5000万的票，迄阵是哇，可可啊，哇大鱼，你知无？搁追加追加。啊，那我甲你当作殖民地，我会对安尼打恁建设未？我甲你叫恁，恁硬甲恁征收税，硬甲恁讲安怎安怎，你都爱啊缴税。你甲好处问起我日本内地就好啊。伊也要甲你殖民，安尼就好啊，是毋是？那通甲你建设，搁甲你做户口要创啥？我甲你殖民呢，做户口要创，要创啥？我加了工哦，我怪爱零工呢，我搁还付伊薪水呢。人家要甲你当作是兄弟，咱来看伊这吼，加拿大尊灌溉150,000，迄个产毛啊，会使啥？种水果，种就是种米嘛，好好水，个水嘛是嘛，蔬菜。啊，搁你米，啊无，咱也无这加拿大船。你看你台湾的人要食啥物米？拢外国进口的。啊，搁你看嘛，伊这流域甲疆起来拢1000多公里，
啊，你讲万里长城，人讲哇，几啊万公里，哇，这伟大的，我感觉这个伟大，你迄伟大是要伟大啥？还是要你们防止那个外族哈、哦、入侵你们？你会防御你们自己的国土？你敢因？你讲要讲中华民国是什么好几族共荣？你要跟外族做一个区隔？啊，这呢是日本人对咱台湾做一个兄弟拥抱，迄意义比你更加大嘞。不是讲你长就算你厉害嘞，迄是你迄是做人的意义，迄统治者的迄智慧，佮伊的能力，对不？你觉醒呢？大家拢讲万里长城世界的遗产，我感觉这比这个较伟大嘞，对不？大家去想看麦，伊救偌济台湾人，啊，佮有这好水、好米、好水果，你身体就健康啊，瘟疫就打不倒你了啊！台湾人的迄个生活品质，佮伊迄个寿命就变长了，是不是？破烂回来，你看这清差，迄阵有只进步啊！你敢看？我看，大家拢啊笑容，搁穿甲安尼洋装，你有想讲甲即马同款呢？人还是大日本帝国迄阵刚建设的哦，唔是中华民国哦。哦，你看这建筑物，哇，遮尼新潮，啊，搁有通好你去佚佗。你这个社会无安定，人无一寡钱零用钱，你通好去佚佗？你做工还少了还袂，缴税都缴袂完啊！你安尼叫做殖民地吗？你中华民国讲恭喜日据，什么日据？北爪虾侯你下关条，你明明就怕输，人割给日本天皇，日本天皇交代日本政府总督，因派几关优秀的人来讲砥砺咱台湾。啊，你讲阮讲阮殖民，大家看嘛，这拢在进步的嘛。人早就计划要甲台湾当作是伊的一部分。拄啊开始是有人建议讲台湾这个不毛之地。拜托，你甲西部开发，你东部根本咯，你规台湾咯无建构一个完整的台湾给我嘞，我阁爱甲你征战，阁甲你费遐侪功夫着，我感觉阁开遐侪钱，不如去卖迄个法国。有人安尼讲哦，后来后藤新平袂使咯，后藤新平啊，对不起，讲到那个我们的卡通人物了，伊讲人爱建设台湾，人一件一件，当时。做什么代志？监禁政策，吼、哦，内地延长主义、皇民化运动，你家看嘛。西元1937年，四月以后正式，予你两年思考，你卖就留下，卖请我给你请走。爱国伊在《下关条约》的第五条也有讲，这都是《下关条约》里面早就讲好了。你要就留下来，给你两年思考。好，1945年四月以后实行明治宪法了。正式台湾的人民成为大日本臣民嘛，哈，他有参政权跟参战权。你这个土地已经是日本天皇、日本的啊，袂使共刮出去啊啦。咱要总结，希腊子跟五十下古到底有啥物无共款？人来看嘛，希腊子，敢爱为了别人要求家己，竭智所求，教育无私的奉献，咱过来看这個。有时啊，古拢是为了家己。来，你问你家己，你为了家己无来？拢爱要求别人。过来，你拢要爱偷东偷西，所求无度。渔民，别个讲讲我跳上好。过来，我拢爱做代志，我有条件，我有钱，我才要做。伊的意义就是这嘛？为什么嘛？历代因的帝国毁灭都是这样嘛？我拢为了我家己嘛？只有日本天皇。因一希望带我讲过嘛，即卖卖讲战争的迄个战争法，伊的体系主要是根据以上我条列这边的，西元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体系，国际红十字会即个总章程，有关政经的部分的公约，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政经的判例。啊，再来，西元1940年，美国迄、那个陆军吼，因总数有关战争的迄、那个汇编，吼、哦，拢是伫遮。好，讲这个光光落落长，我来讲这个，主要讲这个嘛吼、哦。这战争大家知嘛？8月15日嘛，1945年，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过来讲
这个中华民国在1945年，吼，应该是在讲9月2号的时阵，就是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叫蒋介石这个恐怖的石头来弹咱台湾人，吼，规身拢是伤，对无？大将领为迄、那个迄年的10月2号，蒋介石甲咱台湾人改成国籍是3个月后。1946年1月12号了，就现在我让金马的2015年2月28号去控告，二次控告美国，就告他怎么可以把我们随便改国籍，害我们台湾现在变成政治炼狱无国籍。啊，国恶一个大家拢知影嘛，一块新台币嘛，40000块嘛，因这只干的嘛，进行1:1嘛，将迄旧台币先吸收嘛，变台湾银行券。再来，你新台币过来啊，恁。无去念到一个，已经计划要改啊嘛吼，啊所以你是吸收啊换过啊，所以因无损害到，损害是啥？无辜的老百姓啊！我那一夜之间，我钱那变安尼，我4万才变1块尔，啊我家庭拢免生活吗？哦，这恶极嘞！咱旧金山和平条约吼生效，即个1952年4月28号，这就是咱台湾现在依据的最高层级的条约，就是我们的法理地位，旧金山和平条约，吼，绝对不是咱讲的迄个开罗会议，我等下过会讲吼。这主要这个三条都代表这个旧金山和平的精髓吼。我刚才为什么要讲迄个 Japanese government 到底跟迄个 Emperor of Japan 就是日本天皇有啥无共？来看这条 Japan。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recatories. 这就是朋友，这就是迄阵的泛称，咱台湾嘛。这个台湾，因就是迄个日本建构完整的台湾吼。Japan Renounces 是指的是日本政府，他放弃的是他的组成分子，并不是放弃主权。他并没有写 Emperor of Japan renounces 放弃主权嘛，他只是放弃 all right 就是领土权，不是主权。主权叫安呢，他是他组成的分子，但这个不等于他。吼、哦，要么他就写这个字就好啦，干嘛写三个？也表示两个是无共款的。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甲澎湖有处分权、甲支配权嘛，支配权，就是讲。台湾的这块什么日产留下来啊，财产，这个美国军事政府拢有权，去安那做，安那分配。23A 主要占领全国，美国，这是三个重点精髓吼。过、哦、来，咱讲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伊叫蒋介石去占这个麦公这个迄、那个东三省，就是迄阵的迄个满洲国。除外，台湾跟越南北部，越南他也是这样吞打越南呢。这个共属国，共共属国，共个落落等。啊，蒋介石叫卢汉去占迄个越南北部，嘛是共款。也迄个什么，要爱支应国共内战的所有的粮食啊，什么，哎、欸，金钱啊，什么都往那边运到他们国共内战那个地方，供给他们去打仗的物资。害得他们越南间接直接死亡200多万人。你看越南为什么跟中国气到去以准的？是讲你安尼对台湾的人民，啊，让台湾人过台湾多，物资过上台多，让台湾颠倒认贼作父。你台湾人敢袂当觉醒？人越南人比你较强，为啥咱台湾人嘛要团结？这是我这演起的，就是安尼。人咱来讲，这是迄个解密啦。总共有，这是第三个解密的袋子，里面我把重点好、哦、截录下来。这个是军事占领，不是光复节哦。这光复节是自己的土地哦，台湾从来不是什么中华民国土地，你那疆域都不是中华民国啊。一这是占领嘛？占领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为1945年10月25号，这是别人的土地，是军事占领，好、哦。啊，占领全国嘛，这就是 the United States
Mandatory Government USMG， 来，这个就是 USMG 哈，这个基亚哈，伊就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嘛，占领你这个台湾的土地嘛，好，啊，这个就到底是跟迄个美国什么关系 ？This is a possible edge relationship， 就是讲，伊是依盖伊是一个代占领的关系，好。以后迄个蒋介石无所在栖身之处，放伊来台湾，放一只狗来台湾，甲咱家家呢凄凄惨惨无。啊，到底当时要结束啊？因为美国军事政府到底99年，就是要看你国际的局势啦。因为台湾是美国一个重要在太平洋重要的一个战略的区域，他不希望台湾被中国吃掉嘛。啊，他也不希望台湾变成共产国家，台湾独立很危险呢。一把你整个现在全部，我刚刚说的全部都是中国的体系，你哎卡丘兰弄向着中国，很快你变成中国的附庸国，之后又把你并吞掉，还是一样变中国的啊？怎么可以独立呢？你看古巴就是一个例嘛，对不？古巴迄阵嘛是1898年跟迄个西班牙的休整。啊，变成他们占领了其中的一个古巴嘛，他也扶持古巴，也让他独立。结果他就向着苏联，向着苏联，结果呢，反美国还在他们的土地里面布置飞弹，好，就是当年的古巴危机。现在一声令下，那个咻，就他们美国本土了呢，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你觉得美国有可能让台湾变成第二个古巴吗？再来，哎，飞弹部署那一边，哎，可以部署到日本，可以部署从太平洋部署到哇，远远的美国国土，可以哦。你觉得美国有那么笨吗？所以你的台湾民进户，你的法律爱较清楚的，那就是你属美甲，不能主张台独，也不能够变成共产国家。你我告诉你，这你就要把它记进去了，而且要把它真正坚定去。巩固你的法理，别人要甲你讲啥啰嗦过，咱莫去插伊啊，吼！啊，所以人讲迄个圈，就是迄个到底迄个 Republic of China， 伊到底中华台北是啥物意思？伊就是即个嘛 ，ROC 即个流亡政府 ，Government in exile， 就是他已经流亡了，流亡到哪里 ？In Taipei 嘛，就 Chinese Taipei 就是这意思嘛。就是中华民国的流亡这个政府到台北，中华民国 ROC 爱记起来哦吼。开罗会议，夹波茨坦宣言，这投降书，这东西意向书，这种向外面声称吼。因落咧讲这啦吼，因为时间有限，伊就是讲这蒋介石无认真咧作战，伊拢好伊吼讲。哎、欸，台湾给你返还啦，给你一块吧，来，暂时哦，你咬咧嘴的，暂时哦，因为他派人吼、喔、要去跟日本求和，啊，因这个因成立的他们一个联盟关系嘛，因就讲啊，你奈无奈啥安尼做，啊，就介就讲无啦，也是他个人行为，很快派人就把他杀掉了，有够可怜，有够衰呢，是你叫我派去的，结果你看中国人都不会承认自己错误啦，要死给你死，那可能我蒋介石死，所以你怎中国人我可怜，哦，我讲蛮可恶的。那么来讲这个吼，伊这重点没有讲啥，1914年一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在太平洋占的所有的这些小块大块的岛屿都吐出来嘛，还有这边写说 Japan have stolen。For to， 这个 Chinese 像什么 ？Such as 什么？这就是就东他们所谓东山什么？他们不愿意讲那个什么，就是日本去成立一个满洲国，他们一直不想讲那个满洲国，就讲东山省。他们翻译就翻东山省。事实上，他们已经存在世界上就是存在的十几年，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咬牙切齿，你居然 Google 下来还有满洲国，可是他事实上在这世界上，他有留下轨迹啊。然后 Formosa 再来这个
Precatoris， 伊讲这返还，那是 has stolen 呢？我来甲多少大家看，下关条约上面明明写得很清楚，我甲一直讲北抓下欧哩，人大清帝国大皇帝把刚刚有纬度嘛，有没有？还有台湾对不对？附属岛屿跟那个澎湖列岛有没有？来割给大日本大皇帝，就是 Emperor of Japan 嘛。那也恭喜为较早淘汰呢？人这下关条约拢写遮清楚的啊！啊，搁人这个明治宪法，人这个1945年四月以后，人已经是不可分割的土地，你哪会使讲要给你呢？啊，那咧讲要讲这 Riscatoris to Sep to， 这是返还的意思。我这要给你，但是我都没有证据，我宣称讲我。如果我这个 iPad 我要给你，我对你宣称啦，你好我正经，我这个 iPad 给你，我这样解释啦，但是我并没有合约说我这要割给你啊，人这合约叫做 set to 嘛， set to 嘛，啊你这个开会的那个格式在改看嘛，这像条约的格式吗？不一样嘛，啊大清帝国我跟多少讲这个嘛，蚕宝宝嘛，啊你就开垦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哪会没去啊！你没有建构台湾的主权，你凭什么说要还给你？你怎么讲？这怎么讲都不合理嘛！啊，够你这个开罗会议宣称你啊，你哪会讲开罗会议为啥开始？你要讲嘛，讲到假一定讲这远的啊！你去讲到1894年下关条约，你唔感觉这奇怪？你要讲就讲现实的嘛！你敢要笑想人已经人的国人这个？台湾已经是日本的迄个不可分割的土地，你讲笑想这，这不合理的嘛？这对吧？我跟你讲，还是嘛是美国甲英国因去设计，这对吧？好你讲的，你袂再甲食落去。你甲看这个道理就知影嘛。所以最后战争的依据嘛，战争后才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开罗会议不是条约。他永远就是开罗会议，对外面宣称你啊，吼，大家要清啊清楚，吼，这些东西意向书，吼，这是讲日本敢会使在因的迄个四个岛屿嘛，你们行使他们就是恢复他们的主权，其实以外的澎湖，还有台湾跟琉球，都分别被别人占领，这个就是波茨坦宣言根据迄个开罗会议第8条嘛。啊，这个投降要来讲吼，伊这是因为蒋介石本来就是被打到那个重庆，根本就躲在那边不出来了，是因为他加入同盟国嘛，美国给救起来，伊战败了，伊就是绕跑啊，哪有可能你搁赢打赢日本？你人打赢的是咧太平洋战争，啊，你中国，你太平洋战区，你中国战区，走去未啊？你凭啥讲你怕赢？啊！那你怕呀？旧金山合约迄、那个主要占领国就是你中国啊！啊！你家己来设计条约啊！我你合有合理无？啊！这白纸写好你旧金山和平条约主要占领国台湾是主要是被美国的占领。啊！坦白讲嘛，美国在主导啊！美国当然就是打赢，他就是主导，就是他打赢了嘛！啊！反向思考，你蒋介石真的是打赢了吗？你是一个同。就是在连这些同盟国里面的元帅而已，你并不是代表你中华民国嘞。他是说中国那个地方以战争也需要结束，以救济嘞，崇光葵嘛，大家看这个字嘛，迄个以代表 Emperor of Japan 跟 Japanese Garden， 他去代表他去中国战区，因为那边也要正式战争结束，去那边做受降。这是在同盟国的元帅身份，并不是中华民国，所以你觉得中华民国有打赢大日本帝国吗？打赢的话，你订个条约啊！东京不是一个什么大审判吗？审判你日本的罪行啊！他们有讲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如果是真的话，你觉得日本他可以逃脱这种被惩罚的命运吗？
啊，你蒋介石在讲以德报怨，你根本就没得个，你嘴巴那么爱讲话，爱说谎，爱仗大自己，你根本就没得什么报不抱怨了，什么以德不以德报怨什么，根本就不是战争，就不是你打赢的嘛，不是你主导的嘛，根本南京大屠杀就是假的嘛，你审判不了他们，你没有证据嘛，你PO的那些影片都是你们自己不知道是哪边去做的。他那些影片可以这么正面给你拍得这么清清楚楚又这么精彩，哎，你日本人在台湾，我才正面给你翕哦，你咪偷偷安尼，偷偷安尼，偷偷安尼翕对不？啊，你那翕到刚这个残暴的行为这么清楚，你自己人杀的啊，才能正面又这么残酷。你中国人滚狼台，因人民多残忍，只有你们中国人做得到。日本天皇里面明治维新，将日本已经带领到非常高层次，他们可以做大日本帝国列强之一。他们水准会像你们中国那样没水准吗？那些东西都是你们编造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怎么可能说是这个是你打赢的？打赢的你条约你自己定啊！你连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你都不是签约国。你已经亡国了，怎么签约？好，咱讲吼，讲到要十一点半，所以呢，日苏美赞，请你记起来吼。今麦要开始要讲迄个创意的迄个重点。我今麦要讲的是，嘛是讲讲这个媒体的虚拟。来，媒体到底让你知道什么？咱先来讲一个实验呐，吼，这实验很趣味啦吼。你甲看这个六个白。看好哦，我来从这个六个牌，你搁认一个你要爱的牌，譬如讲你要认这个，吼、哦、六，六是桃子对不？你甲记起来，我绝对甲你这个变无去。好，咱来认这个心好不好？我嘛甲你变无去。来，你爱记哦，你搁记哦，每一个人爱记哦，我要爱记中一个。我有甲你变无去无？有哦，啊那变无去，我搞多唔是讲这六，心对无？啊那变 diamond， 啊你明天来给你耍花样嘛？有无？有耍花样不？很像吗？很像哦，似是而非哦，对不？哎、欸，我拢给你抽照嘛，迄白拢抽照，搁新的白。啊，我摕一张照，我告诉你，我看到人家传给我，我一看就知道了，闭梦嘛，啊，就白无共款啦，啊，就明天咱甲你算这個，甲你抽牌嘛，甲抽照嘛，啊，就是你就爱去判断嘛，哎、欸，袂歹哦，这个兄哥袂歹哦，你就爱去想，哎、欸，这内面有啥物色、啥物局啦吼，啊，就安尼啊，答案就在这里嘛吼，来，这一家好算的对不？哎、欸，家好算的。但是你这个诈术吼，干嘛使去骗人？啊，哎，为啥你用骗？这里贪吗？你讲嘛？你无去发现着对不？这个小小的试验，请问咱这媒体到底是咧做啥？六个说过有诶无诶啊？较险诶啦，吼，较甜诶啦。较咸的啦，互你食甲拢身体拢有问题，迄就是因要爱，要让你变糖脑有问题。好、哦，你看，啊，那是你，这個、明明是这个诈骗这个人，要甲这个人倒骗这個人台，啊，奈媒体报安尼，安尼我唔是玩弄死，安尼啊，电影唔是拢咧拍这个，所以骗电影也是一个艺术，也是骗人的艺术。啊，这个人也够好笑。啊，你在把这个恐龙讲上帝啊？你安那来管台湾的媒体？你要安那管？啊，你的棍甲头拢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制度，你是要安那管？啊，你爱把这个制度按落走啊，对不？把这个恐龙硬掉吗？才有希望对不？咱过来讲这好笑的来。这个是因那311不是大地震、海啸大地震吗？我这嘴国家嘛。那德国派43个人，中国也有15个人，好，美国嘛跟他是美日安保条约，那么几百四十四的，啊，咱过来看，这个法国155，
我记得是俄罗斯，俄罗斯嘛，俄罗斯是Russia。哦，这俄罗斯几百个在位，这是法国啦，法国一百个。哎，这个韩国那没人啊。啊，跟因日本跟韩国刚有深仇大恨。哎，台湾那没国旗啦。哎，人家媒体人早就知影呢，他报的绝对是据实以报。啊，你台湾都不是一个国嘛，哪会去挂你的国旗呢？啊，这日本、这韩国无遐无情啦，因是当要来呢，还袂记录入去。啊，你这个台湾哪会是红啊伫遮？迄红啊，意思是讲吼，哎，可怜啊，无国旗，无咱来创一个红啊吼。因这个红啊有一个代表意义哦，伊是讲。跟他新妇啊命啦，无爹爹不疼，妈妈不爱，姥姥也不管你，好啦，伊只晚娘嘛，台湾就是这种新妇啊命。好，这是叫大家笑笑，你也了解，人海媒体报的拢是实情哈。啊，搁这个大家拢知影嘛吼。咱四月初有 F-18来台湾，伊讲迫降啦，啊讲什么派去啦，啊讲啊这清楚的，啊但事实跟你讲无，你讲伊的飞行机 F-18 会派去？啊！若派去迄个俄罗斯，也是讲比迄中国，毋是讲好啊！大肆的报道，派去的伊飞行机比外国家的飞行机更加歹哦。哎，美国这个坐飞机的技术不是很好哦。可能他们没军事没那么强大嘛。啊，事实上是这样吗？伊飞行机派去，甲你讲，啊，我要迫降，你唔感觉这奇怪？那阵伊国家飞行员派去，你大肆报道呗？啊，敢是派去？我对台湾进进出出，没人敢管我，表示什么？台湾是他占领区嘛，对不对？啊，个这个怪好笑，人家在巡视那个蓝屿，啊，媒体安那报？我要来看一只鱼啊呢，鱼啊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啊，我看我坐这个船，坐这个船来看鱼啊跳起来，跳起来。啊！我要看鱼啊，飞鱼嘛，要跳起来，敢有需要？啊！我爱坐到这种船来。你明明知道是第七舰队是来巡的吗？安那白讲，就是媒体的素养。就还是公公啊，看这一报道，听入去就好啊。你有判断吗？他设的局，你看到了吗？有一个叫做啥？这个叫在台湾当老师，英文老师啊，伊讲啦，伊讲现在的台湾人吼，都不会去观察世界发生的事情，吼啊，都讲那 local 说过，只有一点啊，7.5%有啦，但是7.5%内面搁咧报搁咧 local 说过，搞笑的啊，你得该看嘛，去统计嘛，侬报这个嘛外国无营养的物件。什么原因？那是媒体、历史和教育的问题，好让台湾没有世界观。他讲的没错，来，下面这么多题目，总共31题，你答对几题？我答对才15题啦，我也是一半啦，我冇50分呢。库德族是啥？库德族吼，因哪一个国家他最多？他们境内最多的，土耳其。咱过来讲一个好啊！大英帝国什么时候瓦解？他们一战的时候都在没落了啦。哦，有的我嘛无了解哦，我嘛无。然后，安尼你个读起来嘛？印度最恨的是哪个国家？好了，我们来讲越南，越南也最恨哪个国家？中国嘛。虐待印度的是哪个国家？还有犹太人之外，希特勒还杀哪些族群？伊冇杀俄罗斯人啊！啊，还有他们痛恨的那些人嘛，当初一战不是要赔很多钱？那痛恨那一些经济呀、啊，搞烂他们国家的一些资本主义的人。啊，你考看麦，你到底你几分？我50分尔。我没求我，你几分？所以表示讲吼，
咱嘛爱有世界观啦，袂使讲，咱甲知影讲，咱无钱要知影物件啦。咱即马阁转去来考，伊安尼来考咱台湾人，咱即马来考小 B。请问，还阁考咱台湾人，你到底知影台湾民众是啥无？我们也考他，来，你们考考你们自己。我甲对方讲，台湾的法理第一位是啥？日苏美战对不？我来考你啊，人要甲你考，你就考这啊。哎、欸，那我们国际法理第一位的主要条约是什么？就经常和平条约啊。台湾 是怎样被割让？是哪一个条约？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嘛。啊，那个发生的时间跟内容都要记。然后我们考考小 B， 他考我们，我们也考他嘛，对不对？啊，那个公平不？就是说媒体他要有道德良知哈，利用欺骗的都是在给你洗脑嘛，这也是他们惯用的手法。不好意思，刚刚没让大家休息，想要去上厕所就去上。因为我时间蛮紧迫的，东西蛮多的。因为我刚刚法理是一定要讲的哈。今嘛我那好打给苏克，被苏克先，搞多少苏克嘛？中国体系你有检讨不？阿哥迄个贪污嘛，哈，这个给你咬出来，迄、那个贪婪的，啊，你还去苏克嘛，对不吼？今嘛搁被苏克，你有了解你家己不？伊这个吼，这个有迄个生物论，总共有四种嘛。这物竞天择，大家拢怎样？你看嘛，这个这么多的生物嘛。在竞争嘛，吼，比如讲麒麟动嘛，即侪在竞争呢。啊，即个红棍无够长的人食袂着，啊，都翘翘啊，翘起啊。啊，这意思讲，翘选一个较好的基因活咧，用这较好的基因活咧，生传出去。即物竞天择，即大家拢知影达尔文嘛，吼。啊，所以咱个优秀台湾人的基因存活下去。哦，不要那个中国那个劣质的那种文化存留在台湾，对不？哎、啊，哪个无进步，伊会叫用淘汰呗？哎呦，啊，这个婚教一个创啥？伊咧婚教，伊就甲这个婚教啥？这个有一个食物嘛？啊，婚教人要吃嘛？我也枵死啊！啊，伊说踅来踅去嘛？我到底安那我该再吃着？人这巧的你看，叫一个宝丽龙，哎、啊，也在鸡卡嘛？哎、欸。刚好就跳诶，婚教吼，婚教智商也蛮高的吼。哎、啊，这边恭喜啊！一记得是要讲这吼，你就是用尽了各种方法，想方很，我到底他们有一个频率哦，有他转三圈，又转四圈，又转过来，伊在想到底我要安那去食这个食物，啊，再一想着这个方法，加卡啊就食着啊，一想着这个方法，阿拜伊也碰到什么困难，就用这个方法。我希望你这个吼方法当中吼，可以减少时间，因为假如说我一秒计时，不然我这边就有毒气跑出来。没有啦，这是我自己在想的啦。所以吼，以后你碰到困难，能够在短时间你想出一个方法，然后去解决它。以这的是叫做史金纳的原理，生物原理。哎，这个巴伯的原理是要讲啥？伊讲吼，我们。生命，我们的生物哦，第一次碰到事情，第一次马上反应是什么？譬如说你跪车了，对不？车被横涌撞过来，对不？你也叫伊弄没？有啦，诈骗集团已经，我你懂？啊，我皮肤没有这好的，皮肤有皮肉之伤，我搁给你诈骗。基本台湾人拢安尼即派哦。一般的正常人是咪爱跳出来，就是爱紧动的，无哦你弄啊，就是你第一个反应嘛，直接第一次的生物反应是什么？伊这是要跟你讲吼，你到底脑筋存在的迄个这么多的反应当中，你的反应马上是什么？那我希望你们真的去训练自己，有更多立即性的问题发生了，你马上跳出来，我可以马上去解决。这艺术是啥？这艺术嘛？你怎样艺术不？发生你自然天生的，可以马上动掉，我去解决代志。没有这个复杂物件、事物，会影响我跳脱出来，马上我也在改观。这个、艺术是安尼，你头脑有一个回路，你第一次反应是什么？好、哦，那训练自己有这个那么多的第一次的反应，那你就拥有可以处理事件更明快、更精确的一个解决物件的方式。你要让训练自己有这么多的方法，吼、
你可以那很多情境马上启动，可以反应训练自己。然后又有一个，这个 Grand Grand， 这个伊这个吼，其实吼看起来真复杂的，无复杂。你看，你拥有这么多学习的这个工具，用什么？用文字跟语言，你不断去学习。比如讲，今嘛用的这个华语，我阁用台语，我阁用英语、甲日语，我所学的物件一堆，不断的去练习它，练习，练习，你就有一些知识会进步，对不对？你不断练习，就变成你的啊，就专业变你的啊，啊，你就怎样，你就自然就会适应啊，表达把它出来，你很厉害啊。你看一段文章，你看到一个政策，你因为借着语言这么多的语言文字，你去了解他们国家，哎，怎么有什么好的这个政策出来？哎，为什么交通这么好？你去读，啊，他们历史如何？去充分了解，你适应了他们的文化，适应了他们这些专业，这个些技巧，变成你自己的专业啦，变成你也，你不但适应，变成自己，你又可以改造它，去应用它。我甚至觉得，哎。我看日本哪里，好、哦欸，其实日本好像没什么可以讲的哦，他们都蛮好的啦，我们随便讲一个啦，哎、欸，为什么那个道路都坑坑洞洞的？好、哦，你可能适应了，比如说国外的人适应台湾这个环境，他想要去改造它，因为他已经学不了这么多语言的知识，哎、欸，为什么坑坑洞洞？怎么用什么好的方式？现在不是有海绵城市吗？你那点嘛噶根本就是不环保的。又没办法，对不对？对台湾的地面，你看没什么改善呢、啊。人家发明了一个什么叫海绵的这个技巧，你台湾人走的呢，然后还可以做到那个整个那个环境不再有像点嘛噶呢，然后又可以顾到环保那个机制，大家可以去了解。还有那个以色列，他们有滴灌技术，那个也很厉害呢。他们也是充分去学习、去了解各国的经验，有他们来适应环境，然后再改造他们的这个沙漠。他们以色列他们是沙漠国家啦，啊，怎么进来采，贵在外销。人家是怎么用他不断的去学习这么多学习的方法，在扩大他的领域。这个的意思就是你原有的，借着不断的语言、文字学习、经验的累积、知识的养成，再去适应另外一个环境里面，你还可以去改造它，你的东西都扩大了。记得起这艺术，所以我们要善尽我们大脑，有接收、储存。我今嘛咧讲话，你接收，啊，你先啊存起来，啊，佮分析我讲对无，啊，佮来控制。哎，我这吸收了后要控制，我要讲给别人听，啊，要安怎讲，我就。从我思考讲出来，啊，我的动作，啊，到有看有地画地，诶，画图，种形式吼，大家知。这个是讲大脑、左脑不一样嘛？这是右脑，这是左脑嘛？右脑一边都是说你就是有空间的啊 ，emotion 就是讲你的情绪啊，啊，加你的迄个空，迄个容积尺寸，啊，这就是讲你的图片。这边就充满了一些幻想，一个创造方面，这个 logical 的习惯，就有逻辑判断啊，就数理方面啊，还有这个，然后一些 skin 就是一些，就是说工具，好、哦，数理方面的，然后左手，右脑，左脑控制右手，对不对？然后左手控制被那个右脑控制。哦、就是这个方式，你去了解你自己，然后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电位是没有反应的。我朝九晚五，我默默无闻，我每天都这样过日子，没有 response。但是外面有刺激你，你就进步了，你就传达到这个西的电位了。你不需要别人再去管你，你就已经到西的电位。我要怎么讲？你得爱别在台湾民进会准，你是什么拢唔知，戆推一个。我就予人吞答，过我戆戆台湾人的生活。但是你家己台湾民政府了，家己的迄个好的本质，予你知影发力了，我的层次就比人家高了，我的大脑都大开了，我的神经元哇，我就变有智慧的人。我靠，要安怎甲你影响，拢袂当影响，我已经在制高点啊。所以恁伫小米讲，恁已经在制高点啊，你袂使有别人佫甲你影响啥。
也不能影响你、哦、说这很重点让你知道，所以背景资料什么什么形成假设，这坚持与毅力，你都要有观察的能力，你也不用去受制你环境。环境比如说我孟母三迁，我一千的旁边人在做丧事，我就不能鼓吹二千到人在台地的地方，我就变看人台地，最后才到学校附近什么文庙才改善这个孩子。所以环境会对你有影响，背景知识就是说你好好学的专业啊，你有你的专业，激发你的潜能，形成假设。假设我刚跟你说嘛，去创意思考，再来你有没有去坚持它，把它写成方案出来，去坚持你的真理。你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你就是不行。我说剩十五分，神经病就是说什么，你就一直重复你每天做的啊，你想想要改变。我刚才说嘛，你在做学生的时候叫药剂科主任，哎，这要改变，这要进步，这要怎样？等你毕业当药师以后，叫你来做，哦、我不爱，哦，我不看咩，我不爱，无你到底在创啥？你不是希望这个环境进步吗？你身为药师，你希望这边进步，你要付出啊。哎，我来台湾民进户，单姐逃了的话，哦，叫我这做，我不爱。哎，民进户叫我安尼做，军事政府叫我安尼做，我不爱，我要自己的风格。你在干嘛、啊？你不去改变，你说那边不好，可是要你改变，你又不愿意改变，你怎样？啊，你是不是不是神经病？就是讲，啊，无你是食着毒哦，还是用洗脑洗到中国迄个文化，伊甲你内化，甲变啊你的逻辑、你的思考、判断都变不是正常人啊。老板，这个工人对老板说：“为什么我拢爆肝是我？啊，你为啥翘脚练吹球？来，老板叫伊起来，然、啊、后我让你知影原因。你讲我赚大钱，啊，你干嘛要做工做到遐艰苦？啊，无好啦，你接万能化吼，我手撑啊只，互你拍啦，吼、哦。你着雄雄拍我的手吧，去你甲站落去吧去。迄工人讲啊，你甲站落去，我唔是互你死头路吗？我见你着甲站落去。”正经要站迄阵啊，人个老板话巧咧，手都揪你来，你站落这裤卡，手都流血。这要讲啥？人是用头壳，你干阿做工尔。我即马唔是讲工人无好，我是讲你工人，你戆戆啊，朝九晚五安尼做，你无头脑思考嘛，无新的物件，互你进步嘛，你干会晓安尼尔？啊，若即个老板坐阿遐，你就是伊无咧思考，无咧进步，无我起码请你来食，另外我的薪水。我嘛伊希望讲，我有啥物好的政策，我啥物外销的物件，好的产品，恁甲我倒做，我趁钱嘛分恁嘛。你无你来做我的角色看卖嘛。你重点大家知影无？你爱改变，爱改变是你爱自愿去改变，毋是我要甲吐。我即马讲安尼，你敢会改变？袂啊，我是影响恁有好的物件，正确的真理之道，我们法理之道。让你知道这条路，但是要走这条路是你来台湾民进户，你要坚持下去。人接上爱迪生一位小孩到现在，他发明多少东西，人家站着坐着趴着睡觉都在想怎么发明东西，脑筋一定我说 thinking 嘛，有创意嘛 ？Creative thinking 嘛？啊，人 creative thinking 能够做出来？实验室里做物件吗？做出来啊！啊，恁有做出来无？啊，是恁的幻想啊？创造力啥？就是讲你爱有顿悟，莫有人甲你吵啦。你夜深人静，或是你走在路上，可能捷运站很吵啦。可是当你很认真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旁边就等于。静悄悄的，这也是 你的耐力，要顿悟，全神贯注。你要建筑你的思维，有创新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它写成这个企划，这个思考不是只有在想而已，然后把它写出来。然后后面还有，等一下会讲。你感觉伊这有心无？你看是这简单的物件，但是你伊这创作出来，咱感觉。心里很舒服，
哎呦，跟以前的东西不一样哦，有点崭新的感觉，有没有？耳目一新哦，这是很萌的，这个都可以用经济来说，这个就可以卖，就是人家 idea 就可以有经济的价值了。我是没时间放这个荣耀，大家知道，但是我要讲给大家听。这是一般的楼梯，一个团队，甲做一个，敢叮叮咚咚，敢那迄个钢琴，叮叮咚咚，大家拢无想要行这边，拢坐这个电扶梯。啊来，伊做叮叮咚咚了后，大家拢去咚咚一下，这拢无人爱行，变有差不多半成的人拢坐这啦。啊来，叮叮咚咚了后，变成七成的人要行这。所以这创意也是改变你的生活，生活好不好？好啊！廖总管，我们要来叮叮咚咚，那下摆咱楼梯拢做叮叮咚咚，好不好？你也真欢喜来上课的，这是哆啦 A 梦。你看起来，这有什么好讲的？这你不能创作的呢？你这个就很有创意，一个口袋给拿到这么错创意的东西，他把它拍成，你把它拍，写成书，拍成那个影片。很触迷，这是一个商，也是一个让人家耳目一新的。虽然它是一个经济嘛，一个商业，但是你们觉得它很多创新的东西会让人家想，它未来可能的发展嘛？哦，这个时光机器啊，阿哥这些竹蜻蜓对不？啊，这任意门对不？我嘛在希望讲，啊那我只要去试一下，好、哦，为阮兜安尼试一下，我就来去德国，去德国。懂，我就进德国啊，偌好啦吼！这敢有可能？我拜托你，你莫想无可能，要保留。搞不好以后这边骑落去，有啥物东西，咻，嗯，很不可能啦！恁即马现代拢讲不可能，以后未来发展，谁知道预料什么？南王拢讲保留，这个也有可能啊！你假如讲迄个重量，人的重量还是怎么，也飞起来有可能。啊，这时光倒流有人做过哦，他们用很快速的那个什么，咻！我也在看我已故的爸爸在哪里，那个空间我保留了吼。啊，这人嘿，哆啦 A 梦，我觉得空气箱，人嘛是甲运用吼，有压力啊就可以做成玩具，还有工业用的。哦，过来讲，这我用医学方式吼，最近有在研究的啦。重点看这个，这个就是 3D 列印，吼，很神奇哦。以前吼，我很小，然后稍微有幼稚一点。我说心脏拢找无，啊，会使来用猪心的。啊，若讲迄智能不足，还是讲智力有伤害，啊，无咱会使用猪脑来移植的。以前我安尼想法咯，就细汉就细汉的。但是呢，可能吗？这是一个点哦，没有说不可能，有人用猪心移植的。但是现在不用想，我们不要用那个就动物。现在有 3D 列印 ，3D 列印的意思是啥？咱即马列印是毋是用纸对无？平面的，伊说规块的物件，甲你摕去列印，你就变，比如心脏对无？心脏的模样去做列印，你变一个心脏起来啊！啊，伊迄物质啥物拢甲心脏的同款。即马重点是讲，啊，伊的那个血啊、神经啊，怎么接到人的心脏？即马等来做研究。啊，拜了，你要讲要换新的人来 3D 列印。马上一个新哦，你，这人家技术现在已经在研究这个了，就不要说难，人就是需要去创造、发明、去努力。那我现在没人爱迪生，你电灯上咱家电灯会光，然后谁知道电会怎么样，对不？所以这值得大家来那个哇，几点啊？哇，要十二点啊呢？啊，不要那么讲，没安那讲呢。可以在我网络里面看啦、啊，就是我网络里面有贴上去。我今天大概带一下，这个列举就是说它有特性的列举。我今麦来攻击的麻辣锅嘛，麻辣锅你有名词就是它的主体，形容词就形容它是什么东西，动词做它的什么功能，那就分了这几类。你觉得麻辣锅是什么？它只是一个锅子，一个什么可以熬的嘛？然后它是什么颜色的嘛？好，这是它的本质。我现在要说它的缺点是什么？好，它的缺点是这几个。看一下哦，好，我要换哦。来，我要做什么？希望列举的时候，我要安那改变伊，变个好食诶，啊，变有养生呢，吼、哦、啊，不要有什么那个，嘿，可能会操作会有发生火嘛，那我就，
欸，我可不可以有什么其他慢活，然后有一个视觉的效果？这就是希望你去改善什么，你有 idea 去改变它，所以你可以开一个非常麻辣火锅非常有名的。那现在就数位相机也是用这种方法，啊，我回家去看看。然后这个就是运用了这些原则，去做一个加一加减一减十二个创意方法，哦，譬如说这 MB， 这个 Garlic MB， 这个橡皮擦就放在那里，手机又附属什么？大家都知道，线上游戏等等，哈，过来剪一剪嘛，哈，哎，会有什么？好，再来，好，好，爽，这变成大太阳伞，那小客车可以把它扩大成几人座，对不对？我本来比较台问答啦，是因为今麦阁剩两分钟，哦。吸尘器哈，啊，皮鞋可以改良什么？人讲这皮鞋啊，不也是用背啦，咱来背起来呢，也嘛袂歹哈。啊，个人讲电影，不是讲我穿落去就变什么款，穿高跟鞋就变一个查某出来，穿个运动鞋或者是运动员，穿足球鞋或者是在打足球，有一个电影不是？所以这是大家有一些创意，有一些想法，就会促使你去改变一些新的东西啦。吼，这连一连，哎，三节棍，这双节棍能干嘛？哎，车厢也可以连接啊，我们不是捷运都连接吗？吼，哎，这刮胡，这刮胡刀可以用刮毛刀，对不对？哎，那它的外壳可以做什么？钛金属这个外壳可以做眼镜跟手机的吊饰哦，代币 AT 面也是这个，光碟可以用来记载这个数据。吼，小朋友把它练起来，不会乱跑。然后这个键盘。校正功能，附属把它扩大它的功能。反过来穿哈，家具也可以反啊。这个折一折，对，太空飞人，那个空中飞人也是啊。你要转才有效果，对不对？才有精彩嘛，对不对？哦，这个哈，它会流，会满出来，对不对？这个就是它限制嘛。你忘在政策就政府要限制什么？你只要来台湾，那么多人外劳来台湾，是不是要限制外劳太多，抢了我们的工作？哦，这也是让大家思考的一点。我要开一个 party， 来，我这是不来改变一下？哎，你就一个成功的主人了，对不对？好，哦，这哦，我讲不完，然后大概讲吼，意思是讲吼，咱要安那将这个数字跟这个连起来。我现在讲六六是什么？我不是要你看，你得给记起来。记起来不是史记哦，是有一个故事，哦，故事就是讲讲一段，让你好好把它记起来。有一个影片，我今麦要讲的是讲，你记得是螺旋式往下面，就是说向上面去思考，不要往下面去钻呐，哦，就是要螺旋式的思考，就是比较正向的思考，向右边哈，哦，就前因后果有一个思考的模式出来，然后一瞬时钟，哦。这就放射性的想法，不要说就在这边都死念书，你要把它往这边一格一格，还可以伸延到它8864，它有很多很多的项目。那主要在讲这心智图，中心思想主干，哦 ，brain flow， 哦，就是这个主干是这个，这个 brain 就是头脑嘛，哦 ，brain 就是它这个花瓣。Brain flow 就是花瓣下面还要衍生出来的，就譬如说这个是那个花瓣当中的一致，但衍生出来它的 flow 是什么？好，哦，譬如说这个花瓣嘛，准备、保险、形成、时间，那衍生出来这个就是 flow， 就是说你透过这个当中，我要衍生，我要注意，我旅游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就这帮你整理东西，哦，这也是这样整理。心智图怎么用？小说我看，我把它整理这种重点，然后我组织部门，吼，哦，还有我把都听，安那听，供出来，这主要的那个 brain bone 啊，这延伸出来，就让你自己再去推敲，吼，哦，我还没做检查，我没安尼，这嘛是一种，这个你的健康管理，这嘛是个艺术嘛，嘛是刚好跟那个神经同款。哎，这个影片没时间看，安尼差不多结束啊吼。我今麦乱一下吼，
哦，这是有创造的一个方式，鱼骨图解决事情，或是预应式的。再来，发生是原因用鱼骨图，哦，一样嘛，这个就是 flow 就是这个嘛，这 bloom 就是主要花瓣的原因，主要原因在次原因是什么？哦，思考，我们要训练，哦，就是有一个提案，一样用心智图，这四个，那你去安排，那 flow 跟 bloom。一个报告书，五分钟可以吗？再五分钟。哦，这个提案我们有规划出来，有提案，提案就分这边，我们把它报告写出来，然后行动论述，有个企划，写出企划案。企划案你要用像 PowerPoint， 我现在讲给大家听，创造思考跟提案制度是什么？哦，就是有这个提案出来，再让人家检视，用报告出来。哦，像我们希望以后台湾民政府有这种制度，然后就是我在我们药局里面，我把它写成这些步骤，然后把它做出来一个提案出来，实际去把它做好。那这个有些教导组织重点就是说，你在困境当中你怎么把逃离困境，那逃离困境，我们台湾民政府就是日俗美战唯一能够救台湾的一个唯一的道路，跳脱出来你在大沙漠碰到的这个危机，齁。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齁。然后我希望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政策是以这个生理的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的需求跟自我实现需求，来为台湾人民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自我实现，而不是只有我好你吃好你穿低的，齁，对不？你以后每个人都要这个，就是这个的。智慧以及这政策，哦，人性化的政策，日俗美战是我们的主干，专业就是你去从头到尾好好研究，就是你的专业。清廉不贪，所以我重点今天有摆到不能贪污，哈，哦。然后你进步，我进步，我今天讲是讲得太快了，讲不好，下次改正。我改正了，你们哎，你们是不是需要经过我讲的这些，你们有去思考？那你们有些创意，然后去提案出来，你们也进步了，对不对？我不暗藏，对不？哦，啊，你进步，我进步，是不是大家民众拢有进步？对，按大家鼓励一下，好不好？好，好，哦，啊，咱要做一个好官，咱来干迄奥秘，干咱个人民是人民的公仆，他纳税的钱拿来好好建设，一块银弄啊好好个应用，吼，哦，袂使像中国人吼，拢想要爱小贪两鬼人吼。哦，拢是要得到什么好处，吼，哦，这是一个迄个管理的方法。这是在台北州演讲的，大家可以打我的名字，那就你就会看到你怎么去管理一个团队，吼，哦，第一个步骤设定部署的绩效目标，啊，怎么让达成共识，有绩效的沟通跟改善，怎么帮助员工解决他们的问题。好，好，大家都有在付出，那到底我要怎么去考核？你有没有你付出？那对你有付出，但你方向不对。我怎么去指导你啊？跟你面向，欸，就面谈才会有考核嘛。那奖惩跟训练，欸，我是不是很公平？你真的好有心在做，做好我再送你出去外面训练，哦，那你做不好我怎么去可能若干的惩罚啊？你让你更进步，哦，柯文哲是台北市的希望，他是素人，我们也是素人，他有这么gas，你们有没有gas？有，你去接工作的时候，下面都是豺狼虎豹，你就是要站着挺挺的，我们的西装我们这个都穿好，然后眼神非常锐利的看着他们，不是要跟他，你是被他夹掉了，就看出你有没有饱足，有没有满足，有没有自信。好，哦，你仔哦，接着后叫嚣哦，哦，不是省油的灯哦，你不要说算算了，那夹个被死哦，接着看见那这大背夹死哦，哦，你喘一喘，没事。关了嘛，要紧起来！你是台湾民进会的骂科呢，所以你要炯炯有神，你的气势就可以压过他了。但我们真的不是说要压他，我们就是要有那种你要做事，你就是一个高级的台湾民政府的官员，你就是要为了台湾民政府来努力打拼，你就是要端出好的菜肴跟政策，你就是要就得体，就是样子。之外，我们还有内涵，对不对？我刚刚说了嘛，三把利剑。法理日俗美战，再来第二个就是你的专业、你的能力。第三个，我们就是贪污，我们就是跟你们中华民国中国体系不一样。
我们是台湾民政府高级的官员，我们为了台湾加油打拼。这个资料让大家回去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船，台湾民政府是我们的船，在船上同舟共济，就是为台湾打拼。谢谢，我讲完了。